耶加达基督徒会堂的会友们平安，教会有为会友们提供网络线上崇拜服务。那么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？请选择你的崇拜时间，并按时跟随，请莫迟到哟。穿着整齐，如同会众要去教会参加崇拜的情况。准备圣经和文具，保持良好的坐姿，并专注于聚会，避免躺着或在家做其他的活动。请私下祈祷，准备心跟随崇拜，积极参加敬拜活动，例如站立、坐下、唱赞美诗，并专心聆听讲道。会友可以透过各堂会的银行账户转账奉献。请参加网络线上崇拜直到结束。家长可以邀请孩子们参加耶加达基督徒会堂线上主日学聚会。崇拜愉快，主耶稣赐福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早上我们已进入了三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有机会来敬拜赞美主。我们知道这一切是神的恩典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我们将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，请大家起立。我们承认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，他的信实直到永远，并且不离弃他手所做的功。我们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名，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默默的祷告，听琴声，主在圣殿中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献上感恩。谢谢你，你是很爱我们的神。谢谢你，每一天你看顾保守，带领与我们同在。也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还有机会来敬拜赞美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人，有时候我们所说所做的会得罪你，得罪别人。求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罪，也求你给我们一颗纯洁的心，使我们配得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赞美你。感谢你，我们也有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使用你的仆人，给他聪明智慧，使他可以把你的心意传讲，
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使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，并顺服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把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，从开始到末了，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他降临到地上，为了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赞美他。唯有耶稣配得我们所敬拜和侍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唯有耶稣我所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与历世历代的忠信徒诵读使徒信经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使徒信经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真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
将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的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圣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说道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唱这首诗歌，除你以外。姐妹，我们要为两件事代祷。首先，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慈爱和带领，使我们有机会赞美神和敬拜他。我们要为上帝所赐的家庭、工作和健康感谢，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心祷告，使在这中而困难的情况下，他们可以继续经历主，并在他里面成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恩。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的恩典与带领，使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还有机会来敬拜赞美你。谢谢你所赐的家庭、工作和健康，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心祷告，求你帮助给他们力量，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他们可以继续经历你，并在你里面成长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第二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使他们能
将耶稣基督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唯一的神、救赎主、掌管者。但愿他们的生活可以表明主耶稣基督是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使他们能将耶稣基督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唯一的神、救赎主、掌管者。求你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力量，使他们的生活可以表明主耶稣基督是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。透过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也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读经，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26节，路加福音40章25到26节，有几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感谢主，今天有吴敏慧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又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唱从舍命为你。时间交给吴敏慧传道。各位基督徒会堂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我们这个时候要聆听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无论是你的使女要传讲的，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听的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也让我们能够遵行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再无别的，我们一起来念两节的圣经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跟26节。圣经这样说：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
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再念第二十六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市场的推销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用最低的成本、最低的风险来达到最高的盈利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而且对做生意的人来说，最低的成本、最低的风险是最安全的，然而却盼望能够达到最高的赚，就是盈利。到底信仰是不是跟市场推销的原则一样呢？我记得以前的人，如果他信耶稣，别人就会说他们是吃教、吸教，或者是潮州话说假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当基督教传入华人的群体当中，当时候无论在中国或者是在东南亚一带，那些华人都非常的穷困，所以基督教就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做福利跟慈惠的事工，所以呢就会分发一些的粮食、一些的日用品给那一些的居民。结果那些得到这些分配的人，他们开始就相信耶稣了，他们就成为教友，所以外人就认为他们是吃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吃教？当然不是。因为吃教呢，就是为了得到利益才来跟从，对吗？可是我们信耶稣却不是这样。所以信耶稣不像市场推销，不是低成本低风险，信耶稣是要付上高成本跟高风险。我再讲一次，信仰的代价是要高成本和高风险。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话，刚才所念的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耶稣就是对一般转过来，对一般跟从他的人这样说：你们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们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你来跟从我，你是要付代价的，而且是高代价，是高成本，也是有高风险。那个高的成本跟风险是什么？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？就是你要爱我多过爱你自己的家人，甚至多过爱你自己。这是一个绝对效忠的一个要求。看起来这个要求很苛刻，看起来这个要求很过分。其实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？我们要看之前的十五到二十四节。之前十五到二十四节就是耶稣讲这一句话的一个大前提。当时候跟耶稣一起吃饭的人，有人这样说啊，在上帝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，他们非常的开心能够跟耶稣一起吃饭。结果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耶稣说有人摆大宴席，请了很多的客，可是时间到了要开饭了啊，那些被邀请的人都异口同音的推辞。有人说我买了地要去看，有人说我买了牛要去试，有人说我刚刚娶了妻子所以我不能够去。结果这个仆人回来告诉主人，主人就非常的生气，主人就说好，出去到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人来。结果仆人就做到了，不过呢还有空位，所以主人就说再出去到路上到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耶稣讲完这个故事，他做了一个结论，他的结论就是先前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尝我的宴席，之后
耶稣就讲出刚才的那一句话。很多人那个时候来跟从耶稣，因为跟耶稣吃得饱，跟耶稣有神迹，跟耶稣他的病得到医治，跟耶稣他的心得满足，很多人来跟从。可是耶稣说，你要跟从我，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一定要付代价。你要知道这个代价是昂贵的，你要成为我的门徒，不可以做一个廉价的门徒，因为我的门徒训练不是廉价的，是昂贵的。所以在这里，首先耶稣说，你要摆好你的优先次序。就好像十诫，旧约里面的十诫告诉我们要先寻求神，单单敬拜神，不可以归向别的神。所以第一诫到第四诫就是讲到人对神的态度，以神为优先。接下来十诫的第五到第十诫才讲到人对人的态度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和诫命。所以非常清楚，耶稣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要爱我胜过爱你的家人，甚至你自己的性命，才配得做我的门徒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你要以我为优先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以耶稣为优先？因为我们是他的创造，我们的生，我们的死也在他里面，我们蒙他拯救，被他称义，让他重生我们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结果我们人生的目的跟存活，就是在耶稣里面得到一切的满足跟喜乐。所以我们要以他为优先，他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在他里面得到一切的好处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，要把我摆在你生命的第一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要求？因为当人不把耶稣摆在生命的第一，那么可能他走到半路他就会退下来了，因为他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他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然后当他遇到这些的挑战跟这一些的难处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开始会退后，因为他得不到利益。所以我们要把耶稣摆在我们优先的地位，这个是耶稣的要求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嫁过来印尼的时候呢，我是因为嫁给我丈夫，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到印尼来，所以我的丈夫对我非常的重要。可是后来有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上帝提醒我，你已经把你的丈夫当成你的偶像。结果因为那一件事情，上帝要我纠正我的优先次序。是的，我嫁给我丈夫来到印尼服侍，可是那位呼召我来的是上帝，那一位服侍的对象也是上帝，所以他应该是优先，而不是任何其他一个人，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也不是我自己。我们要先以耶稣为优先，那么呢，我们就能够很忠诚的、很忠心的，一直到死都跟随耶稣。然后耶稣在这里说到爱，他说你要爱我胜过爱其他的。那这个爱这个字在原文也是恨，或者耶稣这样说，你要爱我胜过你其他的，或者说你要爱我，所以你要恨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亲人，甚至恨你自己。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么严厉的词来说呢？因为爱或者恨是情感的罪，是我们情感的中枢，是我们情感的心脏。所以在马太福音、在路加福音，当耶稣说爱或者恨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夸张的修辞。仇恨这个字啊，在传统上就是
以色列人他们所用的一个夸张的用词来解释什么叫做为主效忠。所以当耶稣用爱或恨这个词的时候呢，他是要我们做一个比较，对主的爱要大到一个地步，相比之下人间最强烈的爱也好像恨一样。我再讲一次，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主的爱要大到一个地步，在相比之下人间最强烈的爱也好像恨一样。耶稣其实不是要我们恨我们自己或者恨我们的家人，可是耶稣要我们对他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，即使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成了那个唱反调的人，我们都不随从，我们要随从耶稣，我们要按照他的呼召跟按照他的旨意，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对神的爱会大到这个地步吗？我最近看了很多宣教士的历史，当我看宣教士的历史，我就明白耶稣讲的这一句话，就是爱耶稣胜过爱他的家人甚至他自己。有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是真的摆上性命去传福音，有的宣教士到隐秘的国度，就是北韩传福音，他的太太死了，可是他自己冒着性命被杀害的危险他也去，即使他分发最后一本的圣经，可是他觉得这是值得的，因为耶稣的牺牲耶稣的爱带给全人类的救恩是没有可比的，所以他即使摆上他的性命，恨他的性命，不爱他自己，这也是值得的。他爱耶稣多过他自己，多过他自己的家人，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应耶稣的这个呼召。第一，当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爱我胜过一切，其实呢耶稣是提醒他们，你们要先认识我，跟我建立个人的关系，你们不要好像跟风，就跟一大堆的人一起热热闹闹欢欢喜喜，能够享受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，能够享受我医治你们，能够赶鬼，能够除去你们一切的问题，你们不要只是跟大家跟风，跟着众人所要的去做，而是要跟我建立个别的关系。其实这个就好像一个太太跟一个丈夫，或者一个丈夫跟一个太太所说的话，当一个太太委身与她的丈夫，或者一个妻子委身与她的丈夫，或者她的丈夫委身与她的妻子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是一个个别的关系。当夫妻皆为一体，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关系都是次要的，其他就不是优先的。耶稣要我们与他建立个别的关系，耶稣要我们与他建立的个别关系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能够胜过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被这个疫情关在我们的家里，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出外，不过呢一得病的时候我们又要居家隔离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上帝许可这个疫情？我自己深深地感受到，上帝许可疫情的发生是要我们离开大群的生活，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是跟着大众来跟随耶稣，我们现在是个人来跟随耶稣，我现在是直接的面对面的跟随耶稣，包括我读经
我祷告，包括我敬拜，虽然可能我们在线上敬拜，可是呢，那个是我跟耶稣的关系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隔离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疫情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要我们不跟风，要我们不是啊随着我家人的信心来相信，而是我自己对耶稣的信心，所以我相信，不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求我相信，不是因为我的讨我家人的喜欢所以我受洗，不是因为讨我牧师的喜欢或者是讨我教会的喜欢我参加门训，而是我个人能够来认识耶稣。在新加坡基督徒生命堂是第一间就是发现有他们会有确诊的教会，当时候他们也是面对这个突而起来的变化带来很大的打击。朱志山牧师他说，当时候很多的记者到他们的教会，所以他们来教会离开教会他们都要避开这些的记者。当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视频，就是问朱牧师，这个疫情其实呢是要教导我们什么，这个疫情要教导教会什么。朱牧师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疫情是要教导我们能够付代价，疫情不是教导我们新常态，而是教导我们要付代价，我们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。因为在别人都不跟从或者是别人都退后冷淡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是跟从？这个疫情有很多人他们居家敬拜，结果很久很久没有到教会，当教会开放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回到教会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你能够在打了疫苗之后快快回到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疫情在考验你跟上帝个别的关系，也在考验你对上帝的委身，考验你愿不愿意付代价来跟从，包括考验你相信教会是圣而公的，教会是信徒的团聚，教会是信徒一起的敬拜和见证。所以当我们愿意付代价回到教会，其实呢我们就验证我们是付代价的门徒。所以在这里除了是我们回应我们反省我们个人跟基督的关系以外，第二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到底我为什么要选择做基督的门徒？因为做基督的门徒要付代价，耶稣的要求非常的直截了当，你们要爱我胜过爱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，这个就是付代价。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付代价吗？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甚至还在疫情当中，可是教会已经开放，我们愿意付代价吗？真门徒是全然委身的，如果全然委身才能够做真门徒。如果我们半信半疑，我们半心半意，我们不会成功，我们是在浪费生命，因为我们两头不到岸。所以耶稣要我们做真门徒，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，不是五分钟的热度，不是短跑，是长跑。耶稣要我们不是 fans 他，不是做他的粉丝而已，而是真的认识他，并且付代价的来跟从他。到底今天你为什么要选择做耶稣的门徒？我请大家能够很真诚的回答，不是回答我，是回答耶稣。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多过爱我们自己，多过爱我们的钱，爱我们的家庭，爱我们的生意，多过爱我们一切的喜好？
有人可能礼拜天他要到教会敬拜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些特别的节目或者特别的邀请，或者他自己的一些喜好，他就放弃了他来敬拜的那段时间。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门徒。这个犹大，加略人犹大，他出卖了耶稣。其实他跟耶稣3年半的时间，他应该非常的认识耶稣，可是到最终钱大过他对耶稣的爱，他爱钱大过他对耶稣的爱。当然可能他也是因为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做王，怀疑耶稣 是不是真的成功，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带着他们走正路，结果因为他爱钱多过爱耶稣，他出卖耶稣。他出卖耶稣之后他后悔了，可是他的后悔太慢了，那些的祭司那些的公会的人都拒绝他的后悔，结果他内疚到一个地步，他去吊颈自杀。他后悔，可是他后悔太慢了。当他的后悔被拒绝，他不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赦免，他却是寻短路，他却是去自杀。他以自杀来解决他的后悔跟他的内疚感。弟兄姐妹，犹大的这件事情其实呢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。当我们来跟从耶稣，当我们选择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是选择付代价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更多的反省，也更多的与耶稣建立个别的关系，还有就是能够回应耶稣的挑战，我们能够付代价来做他的门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耶稣的这一段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检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比耶稣更大的，我们的爱有没有比耶稣，有没有爱其他比爱耶稣更多。天父，如果有的话，求你这个时候光照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。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也谢谢吴敏慧传道把神的话传讲。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奉献，我们可以将奉献转账在野家的基督徒会堂各堂会的账号，也可以扫描二维码。我们一起唱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》。受传道带领我们奉献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很爱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
唯一的王，我们要顺服你，我们要依靠你，我们要相信你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，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你的同在，你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的安慰，需要你的坚固。我们现在要一起奉献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奉献的是也是从你而来的，求主帮助所有的同工能够使用这个奉献来使用在上帝的圣工上，来荣耀你的名，来使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有报告，也接着基督徒会堂聚会讯息，也接着基督徒会堂聚会2022年第21届婚前辅导班第四课 将于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晚七时开始上课，主题了解男女之间的差异，讲师卢美花传道。婚前辅导班将透过 Zoom 云视频会议进行。印尼话第一集我是基督门徒第八课信徒培训班将于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晚七时上课，主题耶稣第二次再来，讲师朱思杰传道。请参加信徒培训班的学员做好准备并准时参加。下周以接达基督徒会堂聚会的线上崇拜聚会有举行圣餐，崇拜聚会的时间表可在以下电子传单中寻看，请会有预备心并准时参加。这是今天也接达基督徒会堂聚会的讯息，谢谢弟兄姐妹的关注，愿主耶稣赐福大家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，余日新牧师为我们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安慰，常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散会。